经历烧烫伤折磨又努力站起来的歌手 Selena 今天参加了一场慈善记者会，为烧烫伤的民众募款。 Selena 说很感谢大家当初对她的鼓励跟关心，她现在也要帮助有需要的帮助的身心障碍者。我可以能够帮助身心障碍者以及阳光基金会的任何一天任何一件事情，我都会努力愿意去做。阳光基金会代言人 Selena 出席全联零钱捐公益活动，以过来人身份呼吁大家顺手捐出口袋中的零钱，帮助那些烧烫伤及颜面损伤者的心灵重建。相信大家结账的时候，有时候拿到很多零钱，其实会觉得很重，带在身上会很麻烦，所以呢，我觉得这时候投进简单的一个动作，投进零钱箱，可是你可以帮助的力量是非常大的。全联福利中心发动零钱捐公益活动，在全联近670个门市，只要民众捐1元，全联也相对捐1元，募款所得将捐给阳光基金会及立新基金会等慈善公益团体。这一路以来也觉得说能够得到很多社会 大众的帮助是我非常大的福气，然后也是我能够再重新回到这个舞台，甚至很继续健康的活下去，每个小小零钱都会给予人大大的帮助和希望。走过烧伤经验的歌手 Selena 希望大家一起捐零钱做爱心。联合报于晨汉台北报道。